明嘅電腦都未有意識，點會突然間跳到識有人工智能嘅？應該係先有人工意識，跟住先有人工智能。咁個世界咪就係俾另外一套嘢壓。係啊，從意識解釋翻，跟住就揾呢個世界有冇邊套學術係專責講意識。跟住就係一啲哲學嘢嚟嘅，唔可以冇物質上嘅，冇物質上嘅嘢。意識係冇物質嘅。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喺電腦發展裏邊咪有網絡世界咪假設佢有嘛，用虛擬世界當有，咁咪有人工意識咁樣理解。但係當你咁樣理解嘅下一步就有好大嘅問題啦。我哋而家理解每一個人嘅意識就係我哋醒嘅時候就叫有意識、清醒意識，跟住瞓覺嘅時候就叫做全意識，跟住唔覺意做嘅時候做啲小動作嗰啲叫下意識。我哋都係分到呢幾種意識嘅。咁但係當我哋將嗰啲嘢數量化咗，用電腦去重新 develop 一次，咁就有個好大問題，就係我哋醒先定電腦醒先？一電腦唔會諗錯嘢噶嘛，電腦唔會講大話咁啊，誠實嘅。人就因為有情緒有其他嘢，變成咗一件唔誠實嘅動物。而大自然係冇呢樣嘢啊，繼而電腦就跳過咗，電腦直接計數，或者甚至乎電腦係用理性齋計數。咁佢齋計數又醒咗嘅時候，咪電腦遇到上帝。就今次同大家做一個比較好玩啲嘅聖經 book session 啦。咁就其實除咗有眾盤之外咧，就再有我個人嘅 chanting 咯。咁就今次就用咗我哋傳統金屬或者銅嘅眾盤啦，同埋水晶嘅眾盤啦，同埋我又加咗個 setting， 就係加咗張金屬凳度咧，就做到個電吉他嘅效果，所以就。對於如果現場聽的人係，即如果你本身不 expect 個畫面係咁，而聽到呢啲聲係幾震撼下嘅。
如果再科學啲，就係如果我 exactly 俾嗰個 key 或者一個通，入 exactly 同一嗰個個顏色嘅感覺喺你嘅腦度，跟住再攞中嘅、唔中嘅、真嘅，假如一路對就對咗一條基本數，咁就會佢會引申到咩咧？就會同你個意識，即係唔係語言嚟噶嘛？佢係聲音俾到你嘅顏色嚟噶嘛？係啦，共鳴咯。咁啊，另外一套 language 咯。如果我由嗰套同你 build up， 就可以 build 一套新嘅意識嘅 language。你 base on 呢樣嘢，你諗翻霍金嗰部電腦，嗰部 IBM 就係直接 scan 你個眼球，估你個意識由每個字母，跟住到每個字詞，跟住建立一套新嘅語言溝通系統。你如果嗰套嘢又加埋電腦，而家呢套嘢加埋電腦，咁之前就 suggest 去同心光盲人嗰啲天生盲嘅僆仔點樣去建立翻一套嘢咯？我根本我唔使睇嘢，我都知道顏色係乜嘢嚟嘅。又或者用另外一個 sense 去重新認識個世界，跟住將所有呢啲嘢俾個電腦計一次，你就知道個未來會點啦。係啊，即唔係 music 或者唔係 pop music 做緊嘅嘢先係第一件事。但我哋可以理解 music 嘅力量去到幾遠，即係你諗到嗰個formula，原來諗到咁樣一個 step 去做，好玩噶！而家咪就係做緊呢啲嘢，即係另外一套思考模式去。第一件事，音樂可以諗嘅，音樂可以用以往個模式以外，即係冇歌詞、冇 melody 都俾你感受嘅。呢個就係做呢啲 monotone 嘢咯，即係叫 minimal 啦，或者即係而家呢度咁啫喎。你假設你這間教堂我玩，這間天然的石的密室給我玩 就已經 show 來的了嘛，即所有東西自動回音自動 loop 的嘛。我試過的台灣我們的中心的廟，它門口四隻角有四個風鈴的嘛，所有聲音進去變成回音，跟住再 loop 埋，再加埋這些，再加埋個 chanting，基本上你就開始理解以前或者幾千年嚟以前嘅宗教裏邊能夠擁有嘅音樂係唔需要樂器嘅。一早嘅人就理解到音樂係未必需要樂器嘅，但係需要溝通，但係需要有嗰個 communication， 係咁樣理解好玩好多，即係咁樣理解音樂就好玩好多。Yes。